紧邀请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抢先100秒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敏，口天吴敏锐的敏，赛道是我的强项，舞台是真的不太行。掌声欢迎我们的挑战选手吴敏。欢迎。开场这个叫健身拉拉操，对不对？ 对，一出场就把这个舞台燃起来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感染到，来请投票。谢谢大家。看一下抢先100秒，86分，还不错，但是有一点点小遗憾。对于有实力的人，不在乎那5分，因为我身边的这一位是国内很多赛事的冠军。这样，咱不说什么项目，咱们先来个现场小互动，猜猜这个小敏是什么项目的冠军？这个身材，这个气质，这个长相，赛车，体操，自行车。场地都比较接近，嗯，但是还是有一些距离，三个字儿，马拉松。哇，马拉松，他说对了，哇，答对了，太棒了！怎么看出马拉松的来？对呀，他说的是三个字儿，我就猜了一下。为什么不能是皮划艇呢？摩托车。吴敏曾经获得2004年杭州国际马拉松的冠军，泰山国际登山锦标赛的冠军等等。现在是马拉松运动推广工作以及马拉松运动的解说工作。我冒昧地问一下，这个泰山国际登山锦标赛，这属于马拉松吗？这个不是，就是从下面跑到山顶上。哇，那是不是比那个平地上跑更累呀？肯定的，比那个路跑的话要消耗几倍的这种体力吧。这个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你们是怎么下来的呀？我给大家传授一个技巧吧。我们下山的时候基本是跑 S 型，这样的话就不会直接对膝盖造成一个冲击，斜方的话冲击会小一些。你看看啊，我问的这个问题重不重要？你问的太重要了，你不问我还以为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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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下来了。你是怎么接触上这个长跑和田径的运动呢？我是在小学1年级的时候体育课，所有的男生女生就是都跑不过我，而且我是属于怎么跑都不累，应该还是有天分的吧。那个时候我进体校只有7岁，所以是从7岁就开始进入体校，就是正式的训练了。对，最高纪录一天跑过多少公里？我们基本是1年365天，除了每年可能会放一个探亲假，也是看你有没有赶上比赛啊，基本是每天接近一个马拉松的训练量，42.195公里。再问一个课外的话题。可以。跑得这么快，你有对象吗？有男孩子能追得上你吗？好像目前还没有。我果然猜对了。所以我也比较头疼。确实，我觉得这个体育是一是要有天分，对，另外还要是能吃这个苦，必须的。你看刚才吴敏也说了，多少其实爱跑的人其实能够吃得了这个耐力，但是方法不当，腿脚也会包括膝盖会受伤。对，正好我觉得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，吴敏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用什么样的热身方式既能够锻炼身体还能保护我们的身体？可以啊，大家起来跟我一起做呗，好不好？做几个特别简单的啊。首先我们在跑步之前可以原地做一下小步跑啊，就是做这个非常简单，但是脚前掌落地，后跟不要落地啊，就是脚前掌脚尖就这样去做，原地啊，原地做个几分钟，慢慢的身体就会出汗。对对，就这样做啊。完了之后呢，再开始进行一些拉伸啊，比如说我们腰部的运动啊，所有嘉宾可以跟我来一起做啊，就是向左转两圈啊，右转两圈，向左转两圈，转回来啊，不是两圈了啊，是两个单位，就是一二。下一个动作啊，然后我们最重要的是做一下拉伸，其实很简单的，就是弓步的拉伸啊，就是这个弓箭步。然后做这个拉伸的时候，膝盖不要往前冲啊，就是这样往下压，这个尽可能的保持90度，这样去往下压。对，这个主要是拉一下我们的大腿前群啊，非常的重要，左右都要去拉一下。还有一个比较简单也很重要的，就是咱们的小腿和跟腱的拉伸啊，脚后跟落地，然后我们的手抓住我们的脚尖，然后这样往下压，
对，其实这三个动作特别简单。哥，那是因为你腿太长。有道理，确实是因为腿长。好好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。感觉好热哎，那我换个短袖。出汗了。我来一个现场的小调查哈，有谁现在在坚持运动？我最近在打羽毛球。你最近在打羽毛球？嗯。你发现这个体重啊，包括身体有什么变化没有？一开始打的时候，感觉真打完以后浑身酸疼，躺床上起不来那种。后来呢，就老打老打，就是吧，感觉这个整个人走起路来都轻了一些。回到家发现食欲会更好一些。像小胖这样的，什么样的运动比较适合他去，既不会伤到他的身体，他还能有效的减体重？其实就是徒步走路。老师，其实我以前也是名运动员啊。真的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之前说过皮划艇运动员。你运动员的时候，那时候体重是多少？皮划艇运动员，我那会儿大概会比现在瘦个50到60斤。哇！就是退役后就不运动了，就开始发福了。那个时候你身上是什么身形？特别壮，然后就是浑身的肌肉，胸肌、腹肌、八块腹肌有没有？那长在一起了，长在一块儿。所以你看，就是这个运动也是，它一定是一定要积累到一定的程度，由量变才能到质变。对，一是有一个好的身体，另外有一个好的身材。对，所以很感谢啊，今天吴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，不仅啊把自己的故事和我们分享，其实也带动了我们啊一起运动起来。但是最后我要说，我们黄金舞台它不是一个运动的赛场，所以这100秒你是如何呈现？我希望今天通过我的努力啊，用我的运动活力感染到在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。我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，喜欢我，可以把你们手里的重要的一票投给我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，请登上黄金舞台。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关注黄金100秒央视频号，点击央友圈，在这里可以报名发帖，参与实时互动，有机会来现场参加挑战，赶紧扫码加入吧。黄金舞台100秒倒计时开始。灯光一般红黄绿白，开关一开多痛快，眼睛张开迫不及待，爱是轮胎压过来，因为你元气满载，为我存在，这世界是我的大舞台。星星一甩瓶盖打开，浓度一百，你的爱爱像竞赛淘汰赛接力赛，大不败把冠军拿下来，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，快快快快秀出爱，人们的角落 ，Oh yes, Oh no， 你在等什么 ？Vino, Vino， 流行时光转播 ，Vino, Vino， 最炫是我 ，Oh yes, Oh no， 恋人们的角落 ，Oh yes, Oh no。谢谢吴敏的100秒的演唱，接下来有请现场的观众投票。投票结束，我们来看一下弹幕：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，我也想报名参加马拉松了，好有活力啊！摇滚音乐带动了心动，活力满满，冠军的舞台，姐姐好飒！接下来一起看结果，黄金大幕请升起。在赛场上，吴敏拿过太多的奖杯了哈，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拿到黄金100秒的奖杯。
好，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，3、2、1，宝箱开启。哦，差一点点啊，80分，差一分呢。送给你一个筋膜枪，对，希望你的精神能够感染到更多的人，健康快乐，继续加油，谢谢。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再见，再见。